比这件事更重要的问题吗？有的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马上要问一下我们的 Godfather 伟忠哥，星光大道到底何去何从？还会不会有下一届？能给我们一点暗示或明示吗？好，这个各位爱护星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真的大家好。这个星光从2007年1月一直到现在4年了啊，这4年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中视给我们这么一个舞台，让我们培养出这么多的歌手。感谢詹仁雄带的所有的制作团队做这么好的节目，更感谢我们桃子母仪天下啊，这么照顾这么多星光的这些小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评审们啊。星光何去何从？星光这个舞台，我们一直认为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沃土，很重要。然后华语歌曲，我觉得在未来一定会比英语系的这些歌曲一定会更有市场，所以星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啊。不过我们到底要不要做下去，如何做下去，我们经过很多的考量。这个考量是说我们必须再去研究它，要让它这个整军备武，蓄势待发。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做，我觉得会揠苗助长。所以怎么做，如何做，未来在哪里做，我们会很多的研究，这个研究里面也包括桃子在里面。各位你们看看这些小朋友啊，我们为什么每一次一开始做的时候都把父母请来，就说唱歌的孩子基本上是非常可爱的，他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职业。这些小孩子你看，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啊，我们柯宾是从塔瓦来的，塔瓦的外海还是有海盗嘞。然后有从尔外来的啊，你看有我们来自草原的，来自我们哈尔滨俄罗斯大街的啊，我们的原住民啊，啊，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小朋友来这地方唱歌，我们何其感动！所以我们要不要做？你们说我们应不应该做？各位，我们整军备武，蓄势待发。届时再出来的时候，各位一定要支持我们，支持星光大道，支持桃子，支持各位会唱歌的小朋友。桃子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希望大家都听懂了，回去春联就这么写啊，整军备武，蓄势待发。然后横批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？这个就是你回家过年要参透的事情了。马上由伟忠哥来宣布星光七的总冠军。第7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决赛，啊，总成绩29.2，高得不得了。这个名字，我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。第一名是李佳薇，恭喜李佳薇，可以获得。的支票，好，在这边也有请佳薇来发表得奖感言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很感恩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，很感谢超级星光大道，很感谢金星，很感谢中视，让佳薇有一个机会站在这么国际性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，谢谢。谢谢评审老师给佳薇的肯定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每一次的教导都让我学到很多。感谢乐队老师，每一次在彩排的时候，在表演的时候，他们都尽量让我唱出自己的感觉。感谢桃子姐，每一次在台上都给我不停的给我鼓励，给我勇气唱下去。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感谢制作人，感谢你们那么辛苦的帮我们，在半年内我们经历了多少都是由他们一直陪着我们。当然我一定要感谢我的家人，一定要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我才今天才会站在这边。感谢你们那么多年来栽培我，鼓励我，一直给我支持。感谢老师的一家人，已经14年了，我跟老师14年了。哇，老师，我也要去上课。谢谢老师，太厉害了！谢谢你们。
谢谢老师，还要感谢那么多支持我的人。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来，我也没有想到摄影棚会有我的指示牌出现，很感谢你们那么远来，还有很感谢电视机前支持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一直陪我那么勇敢的走下去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谢谢。哇，这已经是破纪录的总冠军，他已经连续四次的满分。那当然除了100万的支票，还有这个合约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也请我们的山总裁来直接颁给李佳薇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情况我们过去也发生过一次，粘得回去的啊。来，恭喜我们，期待李佳薇的新唱片。接下来是不是要请小林老师？好，在伟忠哥这边，小林第二名，我们还是要郑重的宣布。第二名，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感动人，非常真诚的孙晓亮。孙晓亮可以获得的是50万元的支票。好，小亮发表得奖感言，从50块人民币到50万台币，请发表得奖感言。对，还有5个月的这个人生的很重要的经历。首先，我要真的感谢上帝对我的带领，在台湾的这5个月的带领。对，还要感谢超级星光大道，可以给一个来的时候将近90公斤的一个小胖子，给他这么长时间，可以让他变成丁春成，真的感谢。对，然后也感谢我生命中的2个重要的女人，然后也感谢今天来现场支持我的朋友们这么大的条幅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好朋友们，还有所有今天不能来到现场支持我的朋友们，然后也谢谢桃子姐这一路的关照。对，然后反正我是觉得很多很多的感谢，因为我刚才我说我上台的时候我不会再哭，因为我把眼泪已经在台下流干净了，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很杰出的第二名，谢谢。好的，节目只剩下1分半，提醒大家，中视呢这个星光的特别节目下周日晚间8点继续收看哦，叫做玉兔临门望星光，节目还剩下1分多，李佳薇请出列。再听一次他的歌声好不好？什么歌 ？I've nothing。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没有今天站在这个台上的佳薇，谢谢你们！掌声鼓励，破纪录，4度满分，连续4次满分的李佳薇带来这首歌曲。新春了，网络红人五冠阿贝带来绝无冷场的激烈任务，骗全台威亚一定要请到他，你是人恰杂波，你是人恰杂波，恰恰恰恰五冠阿贝，五冠阿贝，有嘞有
鲸吞巨蟹，惊险演出高空秀了。可以了，对啊，巨星都是这样子的，小胖，老婆，老婆，可以了。金曲新人徐佳莹，老歌新唱，创意无限。严冬兔年动人献唱，传奇巨星经典作曲。精彩绝伦，爆笑连连，最好看的新春节目就在下周日晚间八点，玉兔临门望星光，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日晚间八点准时开唱。